今天教大家如何获得金发妹子饭店旁的精灵球。这颗精灵球比较调皮，小编也找了好久才找到获得方法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到前面有个泳池的屋子，屋子旁仔细看，其实有个岩石，能够攀岩下去。攀岩下去后，我们往左走。哎呀，小编不小心按到跟在身边的宝可梦了。接着我们走上去一些些，我们能稍微注意到这里也有个岩石能够下去。下去后，我们也能够在最后找到岩石上去。接着我们往右走，在这屋子后面有个隐藏的岩石，我们点一点就能找到了。接着我们只需要再攀岩上去，就能获得这调皮的精灵球了。这颗精灵球里面装着的是 Tm85 石梦招式。好啦，金发妹子饭店旁的精灵球被我们取得啦，接着我们赶紧爬上去吧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到大家，大家也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